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麻烦请增加一个叫年龄。而且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下，当你在这边加这个资料，它其实，因为你们如果有机会，就是我们之前在教 Excel 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，就是这个资料表格名称叫 People One，你现在在右边增加了一个，它还是会把这个当做是表格的范围延伸。好，这是零零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先做到别的地方好了。就是我是不是先会有一个零，然后一，然后去做到一百。就是这边就会有零到一百的数字，接下来再复制贴上，是不是又产生了零到一百？好，然后把这个资料排序，然后接下来我重点是复制它，复制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一格开始选，选到最后一格，选到这一格，贴上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像松山区男零岁，松山区女零岁的人口数，可以吗？而且一定排得刚刚好。最后一定是到一百，你不可以多选一格，少选一格，可以哦。那接下来剩下就是这个难，因为我想这个讲完我们就直接下课，所以我再讲一个取代，因为这都是上次做过的，就是选到这一栏。然后常用底下寻找与取代，请输入男生的男，然后心字号改成男，全部取代。那当然还有女生，后面接心字号。然后取代为女，全部取代，这样我们就整个做完了，可以吗？也完成了，就是这一张表，这一张表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人口数，各行政区。各性别、各年龄别的人口数全部都在这边，可以吗？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。